一转眼就入冬了，我们开始两地奔波的日子也已有四个月。明天是万圣节，后面几天是假期，那就去四处看 James 吧。周中的火车载客量一般不大，而且大家都比较安静。喜欢在火车启动的时候静静望着车外，有一种等待被实现的喜悦。手机信号会时不时中断，是德国火车的特点之一，因此在火车上的这段时间很适合用于思考和阅读。邻座的乘客们也都为自己的旅程安排好了计划，如一本书、一部电影。现已与莱茵河遇见，乘坐德铁遇上代币的情况很常见，但猛然急刹车倒是第一次遇见。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用担心，经验告诉我，看看窗外的风景，不一会儿车又会启动的。总觉得德铁又慢又不准时，但每当坐上车便觉得好像也能接受，毕竟开始了这段旅程，也该好好享受在路上的时间。其实过不了多久目的地就到了。司徒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城，总是在上坡与下坡之间挣扎，也没走几步路就已经气喘吁吁了。你好。你好。请进。冬天啊，现在是秋天的。我觉得是冬天，因为温度已经到个位数了。那你为什么穿那个衣服？我为什么还穿那个衣服？你比较奇怪。你为什么穿那么少？你为什么穿那么少？这个 Not Count 还没来了，嘟嘟嘟。我们俩现在要去干嘛呀？去吃早饭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？不可以。去吃 brunch。我俩都觉得这家 brunch 店应该算是至少在司徒是巅峰了。但这个咖啡质量真的是不忍直视，公司自动机的都比它好喝，我觉得。那不一定。差评。这是一个香蕉华夫。三文鱼的华夫是咸口的，还有你钟爱的本尼迪特蛋，但我觉得它有点熟哎。我也觉得。看起来，你切开看一看。有点熟。
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探店，先来一家这种，这叫这种是什么？杂货店，小杂货店，在这里，不小吧？看完了第一家就是手工爱好者的店。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二家，这是10块钱人民币。是的。啊？12块钱。各种蔬菜，有豌豆，你要种了？不要，我没有土，我没有院子。阳台上弄点土，他真的做得很舒服。是。这个面包和我们家那个好吃。我也觉得。这个是夹核桃的吗？哦，这是开酒的。11.8，还蛮好看的，可以做两面。那买一个，很顺滑。然后这边还可以放标签，就是像以前药房里取中药的那种。我们在这家叫什么店？刚才逛的自古商店，坐下来了。喝下午茶，你觉得这个咖啡是不是看起来比上午的好？但是它的杯子真的好大。怎么样？好多了，味道好多了。但奶泡里面空气还有点。还点了一个巧克力蛋糕，这应该是黑巧克力吧？看起来。蛋糕不用黑巧克力，用什么做？白巧克力啊。然后这好像是一家文具店。这是今天最后探的一家店。其实还有一家，只是关门了。哦。下午2点就关门了。就今天就只能逛的最后一家店。今天天气好好啊！我也觉得，前几天都在下雨，今天就不下雨。对啊，本来我们上周决定的，今天出来去酒庄的时候是看好是要下雨的，然后今天就出了大太阳，也不算大太阳，至少是晴天。这样，今天是这几天里面的第一个晴天。现在来到的是德国的另一个葡萄酒产区，
是靠近司徒附近的。因为这周六的活动是和这边的一个酒庄合作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是来拿活动时候需要用的酒，周六用。这感觉是进了一个森林里。Bear right, then you have reached your destination. I don't know. 他让你这里下去吗？啊？ Really? 对。Really? 看起来是对的。稍等。这么刺激的啊！这酒庄名字呢？啊，格拉夫阿德美，格拉夫阿德美。格拉夫，哎呦，这路呀，能开进去吗？地方能开进去吗？能吧，里面有车。干啥？没干啥，就是无形包装。哦，你打算来宜家买点小东西？你要买什么？要买一些收纳。你怎么又买收纳？不够了家里，然后再还要在宜家吃饭。宜家出来还早，我们搞点肥胖的东西吃吃。为了健康。什么健康？心理健康。你的脂肪就是这么来的。现在已经七点了，车流量超大。现在还好了，7点了。只是没有堵，但是我觉得正常来说7点，德国又没有加班，应该已经空掉了。对啊，应该很空的，理论上。这个车流量不大吗？对面大。对啊。After 300 meters, turn left. 我们打包了好多。夏天的行李，把它从司徒搬回亚琛。Turn left. 这是我们时隔多久一起回亚琛呀？7月份，4个月。开心吗？开心点了，回去了。咦，我穿白色，你穿黑色，你为什么要学我？我穿白色也学你，我穿黑色也学你啊。嗯。为什么德国的市郊长得那么像，尤其是这种秋天的时候，不就树再加草地再加路吗？那种荒凉的感觉都很像。